我们平时下载电影或者软件之类的都经常用到网盘，但是无论是在微信里还是在论坛里下载，我们都有一个前提啊，就是你必须要知道下载对象的这个链接是什么，你才能下载。那么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推荐一款由博雅安全实验室研发的，可以不用提前知道链接，可以直接通过文字的形式搜索各大网盘资源内容的这个软件。首先我们把它打开，随便输入一个荷塘月色，下面我们选择搜索全部网盘，你也可以啊挑着选都可以。现在已经搜出来了，我们选择一个下载次数最多的，啊，点击这个名字，右键选择打开资源地址，打开以后直接下载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想获取这款软件，可以打开微信，在歪哥社团公众号里发送本期暗语：剪一段时光，缓缓流淌。然后选择这个链接，打开以后输入刚才的那个密码。美丽的琴就落在我身旁，好了，现在点击下载就可以了。我们本期就讲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跟自己启程，对呀，影响你20分钟，单程生死是意外，医院中婴儿诞生在世上，胎盘却被情节共同去炖汤，抢劫后被坠入纸糊乱闯，抱紧他住宿躲藏，坠落山上，斗鸡怕鸡叫，当场来杀掉，尘埃逃跑这最爽，老观音习惯把靠山来绑。